乔宝映和金英光为新电影《你的婚礼》宣传，两人一起出席电影发布会。不过男女主角最萌身高差却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乔宝映就算已经穿上七公分的高跟鞋，站在187公分的金英光旁边还是好小一只，好可爱。这么大的身高差异，就连朴宝英自己都有点担心呢。촬영감독님뵙자마자그걸먼저물어봤거든요너무많이차이나는데투샷이힘드시지않겠어요라고여쭤봤는데원래는제가많이올라가거든요박스위에근데이번에는그러지않고예많이그런게좀줄었고그리고사실저는힘들게없는데오히려오빠가이렇게좀맞춰주시느라고항상다리를굉장히넓게매도다리를하시느라 고약간고생을많이하셨습니다아아니에요超暖的金英光却表示키가많이크다보니까당연히그렇게해야된다고생각을하고요그리고이게너의결혼식뿐만아니라드라마촬영현장에서도많이그렇게하고있기때문에예내생활이다 아네그러니까그리고저는그이렇게키차이가나는게오히려더잘어울리지않나승희와우연이此外朴宝英还透露了电影开拍前的小烦恼아이고어떡하지그생각들었어요왜냐면이영화속에서우연이가승희를이렇게좋다고많은시간을쫓아다니는데이렇게잘생기고허우대멀쩡하신분이나를그렇게하는게이게될까이거를잘설득시킬수있을까그생각을지금果然是世界第一可爱的宝可爱，连烦恼都这么惹人爱。